道，因为我骑过一天不能尿尿，也是不行，对不对？一两天不能尿，我吓死了，因为尿不出来嘛。请问台湾民众的十大医疗迷思包括哪些呢？就是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一定需要去换水晶体这样？哦，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的保养可能要从以前开始，因为50岁以前其实眼睛会并发的疾病比较少一点。正确解答，有的。医师的意思是说，就算开刀也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啦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来加3000块。胆固醇过高一定要处理。正确解答。哦，真的。蔡思丽，常有这个癌指数啦，测健康检查验癌指数。还有一个学弟哦，30多岁，自己也是医生。因为就是假日啊，就去骑那个 U bike， 然后就骑一整天，平常不运动，骑整天，隔天礼拜一哇血尿，他家族有家族史，所以他真的就是很严重。不过为什么会尿血？太累了是。平常没做那么久的那个在那里 massage， 他骑一天的自行车，那太严重，而且是趴着的这种，他这个都会干扰嘛。我知道，因为我骑过一天不能尿尿，对不对？一两天不能尿，我吓死了，因为尿不出来嘛。来对我说。正确解答，来加3000。来，李雨欣，胃痛，然后自行买胃药、成药来吃。买成药来吃，对我说。正确解答，其实不是所有胃痛都可以买胃药吃，还是要听医师怎么讲。来加3000。其实男生是有更年期的，有更年期。来，对我说。正确解答。男生本来就有更年期啊，是男生的更年期，男跟女生不一样，因为女性有经期，她会停经，对，她就很明显，有一个开始，她会觉得说有一个，就是好像对，那就是开始点。那男生在哪里是不想做，不想做了？40岁以后哈的这个荷尔蒙就每年代理0.4%左右，慢慢在，那可以测出指数啊，渐进式啊，当然跟他的啊工作压力、睡眠不好、喝酒、抽烟，其实很多指数都有关联性。那其实就像瓜哥在讲的，其实在国外有些泌尿科是以男生的性欲不够来判断他有没有真的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可是我觉得我有更年期，更年期不也有啊？也有到70、80岁得生小孩的也有啊。因为蛮多患者，他们常常就是去做检查的时候说他们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。那我们可以靠一些复健，譬如说一些柔软性的运动，或者是就是拉伸的部分，去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所以没有一定说椎间盘突出就要开刀来改善腰痛。答对，请交3000。杨医师，我想大肠镜的检查。对，这就跟打疫苗一样，就是说我们需要评估它的优点跟缺点，因为其实任何的医疗行为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。正确解答，有的。蔡思丽，也是健康检查相关的，就是有些人他年年都做，他经济状况抓花了起，可是怎么？从一个年纪到了另一个体质转变的阶段，怎么变成有骨密度、骨质疏松了？他说：“我每年都有做骨密度检查，怎么我还会得啊？”搞不清楚检查跟医疗。请加3000，所以有可能你今年检查密度是蛮高，明年可能就流失很多，有可能嘛？停经前后，如果刚好是那个，一般人怎么样感觉自己的骨密度有疏松？爬不上楼梯吗？还是说有？身高变矮，对，身高变矮是一个，身高感觉自己就劳动丢啊，人家说劳动容易弯腰，对。李雨欣来，排在后面真的很吃亏，前面大家都讲完了，你可以讲别的。那我讲一个，不是我自己病人上，我自己遇到好了，就是。我有一次吃东西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炒菜那里面不知道那个餐厅呢放了一坨，里面好像一个小石头，我的牙齿就断掉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弟是牙科医师，然后那时候晚上8、9点，我赶快打电话给他，我说糟糕，我牙齿断掉了，那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做植牙，是不是要处理？他就跟我说啊，其实我们一般遇到病人，如果说他牙齿还可以保留的话，他都会尽量的建议我们把它保留，自己的牙齿还是会比植牙好。对或错？答对，好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对于心血管的保养，就是会觉得要很通，就通会都要非常的通，就是每一条都要很通。所以很多人他在这方面他会有一些执着跟迷思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对不错，正确解答。找到一个了，来加3000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